你哪来？当然嘛是来看你是不是有好好做工课啊？会来看看。嗯，你放心啦，我拢好好认做工课。我你搁真正我是来监督你哦。哼，我来监督你好好做工，是要创啊？拜托，你赚的钱我要分我。嗯，我当然嘛是拄好经过，所以就起来看卖啊。 看完了。嗯，我还佫有一挂设计的问题想要问你这个大设计师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咱做伙食饭，我请你。你今日免无闲啊？当然嘛要无闲啊。要唔过，安尼穿到这尔水，无参像要去上班的，较参像哦，变甲人约会。你无听过人讲一句话哦，查某人佫较无闲，嘛爱家己整好水水。嗯，是。 啊，有些业主哦，啊临时要看，变做来先铺啦。我想讲哦，先来先铺送回，然后才去找你，来讲明。那我刚开始请你吃饭啊，你要吃啥拢用的哦？嗯，我倒是有淡薄药啊，是讲要吃啥？小笼包外送，小雨，小雨，哎，来。 哦，你早就叫我小笼包啊！一定是像阿姨知影，我家己食小笼包，所以专工请佳玉送小笼包来我食，对不？对啦，啊，我妈就惊伊讲哦，工课接无闲，就袂记伊食饭，所以叫我送小笼包。多谢伊，哦，哎、欸，元泽，这套你赚着啊，好，运气足好诶，咱食小笼包就好啊，来，佳姐。 来，我多做有你。阿里面啊，你食小笼包对无？哎，手工的小笼包就是爱趁小金食，这就好吃。 你是安怎啊？你无介意食小笼包？你介意食，我就介意食。嗯哼。啊。嗯。啊。我听着是。嗯。啊。嗯。别上啊。哦，你用着。 小笼包啊！哦，对了喂。嗯，对面，不是对面，下下个。哪位啊？较贵。奇怪，这两个人那愈看愈生分啊？敢会是为着要让姐姐还佮姐夫好好，因才改做是男女朋友啊？ 恁两个咧交往这代志，是不是假啊？啊，那么哪会人七嘴嘴拢喊你无出来呐？嗯，相公诶，男朋友，我来替你试一下。你看，我甲我男朋友下面的物件哦，拢试起来啊。嗯，那呢，就男朋友啊。 我跟你那做梦姐吼，你的女朋友想要吃的是多几款包啊？是小笼包还是豆沙包？讲讲看，小笼包。唔对，伊爱吃的是豆沙包。讲给你这边机会啦，做梦姐，你的女朋友给你几块？对，几块？啊。
无啊，刘佳玉，你莫趁这个时阵想要套话，我甲你讲，虽然讲阮对对方无遐尼熟，也毋过，我拢已经真过啊，所以阮是如假包换的情侣。嗯，干嘛呢？我不是。赵崇生。安怎啦？啊，李文章甲江恒就已经和好啊，咱就无必要继续去做男女朋友啊。和好是和好啊，啊，两个人若是搁冤家，啥物有食？啊，因若是冤家，是因两个人的代志，到因阿婆家己去处理就好啊。那是安尼讲起来，恁两个讲的代志就是假。你是甲伊真共款，遐尔善良嘞，为着要让阮姐姐阿哥姐夫好好，小刚刚李文珍计算来交往。唉，叫伊两个会当好好，爱我做啥拢会赢。伊个家存伫我心内，就是真重要的人。要唔过，就算讲偌重要啊，我早就已经对我对伊感情放下。真好，你会当甲阮姐姐放下，啊唔过还记得哦。你袂当连阮妈妈都放下哦，伫阮妈妈心肝内哦，伊早就甲伊当作是阮家己人。恁在哪讲？我先来去啊。哦，你拄则毋是讲你有细个问题想要问我？啊，即摆无要问，就要走啊？我即摆无想要问啊，敢会用呀？还佫有啊，你若是真正足无用，你就毋免来我的办公室甲我斗相共啊！拜拜。元仔，安怎会用这手机？哼，伊的个性吼就是安尼啦。哎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，好，拜拜。哦。李文正，大华姐啊！想袂到你人个脚底行落阁真紧哦！你嘛无咧外路啊，而且你嘛是赶快会当位高分呐，走到那不会的外送到家来，而且准时到达，你才有灵光。你是去我上小笼包过来，还你无法度午餐约会哦？哎，李文正，你是咪介意赵崇生啊？不可能！刘佳玉，你思想病毒扩散哦！我来讲，你的思想马爱校正回归。那呢是安怎啊？我送小笼包过来，你要喊你阿婆欢喜啊？我还记得有一个人哦，足讨厌食小笼包的呢，竟然变甲足配合，食甲足大嘴的呢。李文正，你看赵崇生的感情，真明显就是恋爱中的女人。李文正，唔对。李文正啊，李文正。我看哦，你的反应是比你的人搁较老实。啊，到伊赵崇生也无犯法啦，是安怎你要遐尔紧张啊？我讲这缘分哦，都是一个足奇妙的代志啊。赵崇生离开阮姐姐的世界，然后走入去你的世界，这可能就是人讲的缘起缘灭。我讲甜心，老妹，你家己哈杂波啦，莫讲为我家来。赵崇生迄型的，敢是我的菜？我看十波人，敢讲敢有遐尔歹啊？李文正，我看你真正是误会啊！人讲白菜，拢平淡打草稿。赵崇生的颜值是姐夫拢会食出呢。你这外貌协会，袂去杀掉伊，甲我赔。我当时外貌协会啊，我来讲，我跟十波人敢讲是。是真歹，不过我了解，你头一个红仔外表，先做干来就治，伊人品有毒，想想嘛对啊吼，不管人好人歹，总是爱拣一个较缘投的，看起来较顺眼嘛。所以你着把你的目标为丑男转去帅哥身躯顶。你真正是愈讲愈离谱，我来讲，我李文正是人水身材好，能力又够强，到以为查甫人真正是爱摕号码牌啊！我想做要去食啥物窝边草，房客房东兼室友。一
兼的哦，唔那是房东、房客，阿个有室友，伊阁兼真侪，伊说兼做你的水电工，阿个你的心理健康，你看你一粒仔囝，人矮脚短，伊是做遐尔悬白树甲得过的，你换袂着电灯泡，伊拄好会当替你服务，阿个有啦，伊哦规工截屏凹凸凸，白树甲冰夹个咧，阿你哦心内要记记，规个人热情如火，你拄着伊拄好你侬我侬，冰块遇上。真的，你是倒位看会出来？我你侬我侬，李文正，你就是出名的傲娇公主病重症患者，你规工就看人希望查甫人对你婆婆搭档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赵八方伊就是一些特立独行的奇怪艺术家，恁两个哦会当同居，而且相安无事，原因真简单啊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恁两个拄好是互补。你哥真正就了解赵重生哎，啊，就算是。你讲了对，是安怎？我真正甲伊赵重生是又搁安怎？拢无安怎啊？恁心灵就上拄好啊，那安尼我就会当做你的爱情顾问，提供你赵八方所有情报。我即马予你上好的建议，就是卖阁丢丢，马上出击。你俩真真正像你阿简单哦。赵重生才像你讲的安尼啊，是一个冰山，又搁是一粒石头，不管我安怎，啊，反正我拢试过啊，伊就是一点仔反应都无，伊根本就是活在家己世界啊。唉，赵八方落迄个死人性啊，死就死，唔死就唔死啊。哎，对你无反应哦，就代表你还袂甲伊的开关拍开啊。啊，不过吼，伊愿意甲你继续是男女朋友，就代表你已经踏出你成功的头一步。伊是为着刘家存在答应嫁做是我的男朋友，那恁这是成功的头一步，还是失败的头一步？哎呦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啊，反正头一步已经踏出去了嘛，接下来就是你的第二步，爱直接上本垒，